一刻活泉火山天然矿泉水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无边无际小福星卫可卫生巾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电话记录不能作为直接证据，除非店家录了音。但是每天买家这么多，他怎么知道到底是谁在黑他呀？这招真高，不好意思啊，来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梅姐，你们认识呀？他是自媒体的，前两天才找我打听过东升的事儿。自媒体的？哎，你好，那个张总的会开完了没？半小时前就说开完了。约见张总的人很多，建议您再等等，不然就得排到下周末了。哎，您还要咖啡吗？不用。我就是重咖啡的。快跑，快跑！曼淼，别跑！慢走。合作愉快。好，今天让你久等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今天是有什么急事儿？啊，给你花。车叫好了吗？这儿呢。嗯，你这赶不上了吧？哎呀，就5公里，怎么赶不上？这点可堵车啊！这点路能堵成啥样？我还就不信呢。我是邓小琪的妈妈。什么？邓小琪是我女儿。您是孩子找不到了吗？不是，她是你们这儿的演员，今天她演出。那您进去就行了。嗯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喂，好。哎，口罩记得戴上啊。为啥要走这条路嘛？现在这个点儿，你走哪条路都堵。我刚刚来到这里，真心诚意的前来拜访您，别人提起您的大名无不肃然起敬。你的赞美让我觉得很荣幸，只不过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我劝你还是另请高明。我求您收我做您的学生，我会全身心的努力。苗苗，目前身上没病，可母亲不愿意让我走得太远，她希望把我守在身边，但是我又想了解学问和长长见识。这么看来，你还真是选对了地方。只不过我又想离开这里，这走廊，这高墙，让我觉得压抑。我点确认了啊。哎哎哎，这地方不能下车。哎，注意安全。
这该被诅咒的房间活像个监狱。在空中游荡的精灵啊，如果你能听得到，就请你给我一个回答，现身吧。是谁在大声呼唤我？啊，太可怕了！是你在大声呼唤我吗？你的样子太可怕了。不是你那样执着的祈求，想要看见我的样子，听见我的声音。我被你的虔诚感动，所以，我来了。想与精灵比肩，沸腾的胸怀哪儿去了？那敢于大声呼唤我，拼命想要靠近我的浮士德去哪儿了？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祈祷吗？他自从喝下了你滴下的药水，就已经沉睡不起了。你那颗跳动的心脏下面，已经孕育着一个小小的生命。他的出现，给你带来的是惊喜。惶恐。天哪，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回响，该怎么才能逃开这让我如此的不安？天谴降临，鼓乐长鸣，墓碑颤动，你心已醒，寂静之中接受火香。你永远也逃脱不了你内心的罪恶。小鸡出来了，快快快，手机拿出来！一场演出也就这会儿能拍了，
粉丝直拍，听说过没有？把镜头都给我对准小齐啊，注意力集中，一分一秒都不许落下。哎，明白明白啊，咱们也分工一下啊，你俩就负责拍照，献花这事儿交给我啊。行。哎，你就献你的吧。啊，不是，你不有花吗？没花朵了吗？你看，这都车都摇报废了都。哎呀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花钱三一出资，林妙妙准备，江天浩奉上，集合了咱们三个人的心意，再送给小齐，这才意义非凡嘛。你这借花献佛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！考验友谊的时候到了，那就时间来不及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哎，这个你就留着，人名多了想乱。有请导演。导演，快请。哎，你这人。快！应该可以先花了吧？让让一下。真棒！加倍艾特羊奶粉，突破十大喂养效果，给宝宝更好的营养。羊奶粉，我只选加倍艾特。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天哪，你这么自恋吗？嗯，看自己都看得这么热泪盈眶，看你看哭了。今天表现得不错，真的。你在舞台上特别特别的有光彩。嗯，妈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今天会过来。咦，不要那么煽情啊！我过来又不是专门为了看你的，我是正好在附近谈生意，顺带脚过来看看而已。那你去哪儿谈生意啊？跟谁谈呀？谈什么呀？我，嘿，我说你穿那个裙子怎么显得那么好看呢？合着就是因为手臂长，手长的都已经要开始管你的妈了你啊？哎，妈妈倒想问问你一个正经事儿啊。你说你回来了这么长时间，排练又那么辛苦，虽然演得不错，但是毕竟是个配角啊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是我想要的。嗯，行吧，虽然我不理解，但是妈妈支持。这几个小朋友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妈妈先回去了，一会儿我走的时候把单买了，跟你们这些小朋友好好聚，有我这个家长在，你们说话也不方便不自由，我懂。得了，我走了。嗯嗯，在这个汤要洒了，我感觉。没事，慢点慢点，主持人啊。可以。哇塞，那个断水。来。哎，好好。阿姨呢？他有事儿先走了。这是你的啊？你看看，阿姨多有眼色。哎，啊！哎呀，快来，给你一人一瓶。满上啊！来，该走的都走了，咱走起来。谁该走？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就几句词儿，办个庆功宴，这么夸张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虽然只有几句词儿，但是呢，你身上的灵气是压不住。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，精若偏红，宛若游龙，还可以吧？昨天晚上背成语了。哎，真的，小齐，
你往台上一站，那气质，那眼神，分分钟碾压。胖子，口水你喷锅里了，激动了。激动，真的，小齐，你刚刚看我给你拍了没有？粉丝直拍，我是你的后援会会长。那我下次一定继续努力，然后争取演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，让大家都来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提一杯。来，来起立。哎呦，还要起立？热烈庆祝小齐毕业以后的第一场演出圆满成功，庆功宴开始。来，来。你的眼是我心灵的目光，灼热了我波动的梦想。你的肩风雨里坚强，为当成永恒的避风港。心如璀璨的极光，指引我命运的方向。你的手是冬天里的太阳，融化了我的迷茫。路漫漫远航，心若有约，别来无恙。梦遥遥，人间远，千年无期，不曾相忘。你是我心灵看了这么多年展览，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挂上去。王老师，您帮助过那么多人，可您……那劝了别人大半辈子，还劝不了自己。推我转一转。回去吧。林老师。啊。你好。我们俩认识吗？总看见您坐在这儿。啊。等我老婆呢。你怎么称呼？王胜男。呀，跟我老婆一个名啊。太巧，太巧。我叫林大为啊，大有所为的意思。可他就叫个王胜男，总是要高我一头，一辈子都输给他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呀，我有一儿一女啊，又聪明又懂事，这一辈子值当了。真羡慕你。那我在这儿陪您坐会儿啊。哎呀，你不要离我太近啊，我老婆啥都好呢，就是心眼不大，脾气不好。你放心，我就在这儿陪您待会儿。哎哎，我
老婆不让我跟别的老太太拉拉扯扯。别走。站。哎。站。别走。站站。哎。都坐吧。对不起，二位啊，工资又发不出来了。嗨，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儿呢。夏姚总，我理解。这个辟谣的吧，没有造谣的热度高。咱们这视频是发出去了，可是东升的销量还是断崖式下降，那个品类也卖不出去了。咱们视频呢也反响平平，现在大家都关注别的热点，没人看我们这个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达到你希望的 KPI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差评团队因为涉嫌造假、敲诈，被公安机关端了。真的呀？你说的对，咱们这个视频是做的一般，但这个事儿没有白折腾。林苗苗，我要谢谢你。我之前跟你吐槽过，我跟田总分道扬镳的原因，丢掉了一个人原本的初心，丢掉了一个媒体人应有的态度。正当我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也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了。谢谢你，让我找回初心，这才是测评人应有的态度。不过我提醒你啊。最近你上下班的时候呢，注意安全，最好让你男朋友来接一下你。我可没有闲钱保证你的人身安全，当心被人盯上。年轻人，再接再厉，找新的选题吧。你的常用药带好。嗯。不要偷懒。不能掉以轻心。我跟燕子咨询过，深圳那边呢也有很靠谱的心理科和心理诊所，他说他会托人帮你挂好号的，所以你要定期复查，你要保持好状态，得随时跟我汇报。嗯，然后那边的天气呢，也是属于湿热，所以我给你备了点湿疹的药。我就是觉得你要不在我身边了，我就心里空空的。
哭得难受。你是不是怕我又失联了？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会和你失联了。咱们回学校看一看吧。回学校干嘛？回到咱们相遇的地方，梦开始的地方。哎，青春可真好。哎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住校，然后呢每天早上就在这跑圈儿，还有运动会的时候，我感觉怎么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呢？哎，这么快几年就过去了。对我来说这几年像几个世纪一样。对我来说当时给你们女生陪跑，就像过了几个世纪一样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，那个时候体育老师说，你陪到了想陪的人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想回到那个时候。也不知道体育老师和英语老师有没有在一起。那肯定没有在一起。我们英语老师那么漂亮，肯定没有，咱们班就成了你们一对儿。我去，这变化也太大了，哦，都认不出来了都。哎，妙妙，啊，这桌子比以前都重多了，估计咱俩现在都扛不动了。哎呦，哎，现在都变成双人位了，咱们以前一人一排。哎，就是啊。哎，你说我咋没赶上这好时候呢？还记得高一的时候，你们坐哪儿吗？咦，这儿，就是这儿，你坐我后边。这儿，小七在那儿。浩子，你记错了吧？你不坐这儿。没记错，我的心一直坐在这儿。就让我这样陪你坐会儿，好吗？嗯，用这个角度看你，感觉真好。你上学的时候，是不是一直偷看我来着？你怎么知道？切，因为我总觉得后背热乎乎的。我其实是在看黑板。你上课的时候啊，经常偷吃东西，我抓。看的可是一清二楚。我那会儿在长身体，好不好？哎，记不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就拿一本书在这挡着，挡着老赵，然后我这只手在这掏呀掏呀掏呀掏掏掏，哎，啥东西？现在的小孩也这，愿意和我一起。
爸妈，你们倒是表态呀。答应都答应了，表什么态？三姨。阿姨。这件事情跟你妈打过招呼了吗？我和她说了，她非常的支持，她觉得我能好转，去深圳发展，多亏了妙妙。她说两个人在一起能够相互变好，很难得。你也知道，你要去深圳发展了，那你们两个人怎么办？妙妙要跟过去吗？啊，不不不不，我还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呢，我怎么可能脑子一热跟她过去？可要一直两地会破坏感情的，你们不要太理想主义。顺风顺水的时候没关系，真要遇到难处，生活不同频，节奏不同步，日积月累全都是矛盾。我们想过这个问题了，就通勤呗，大不了两地跑。而且现在有多少人过双城生活呀，也不差我们俩这一对。阿姨，我们想好了，每周我回江州来陪妙妙的。嗯，啊，就算是你回不来呢，也没有关系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陪我爸我妈了，啊。哎呦妈，我这就是求婚，又不是结婚啊，只合理不合法，这大不了骑驴找马呗。啊，到时候我们俩如果相互看不出眼的话，那还说不准就散了呢。而且，结了婚也可以离婚，这个你跟我爸不是很擅长吗？哎呀，你快边儿去，越说越没谱了你。人家三姨还能说几句有意义的。那行吧，你们年轻人决定的事情想好了就行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哎呀，你也可以发言了。嗯，这个家里还有我说话的份儿吗？你赶紧。那就说两句吧，啊。三爷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其实从内心里我对你不是特别的满意的。哎，但是我们家鲜花总得插在牛粪上，那也得找一个这个营养稍微全面一点啊。算了，就是你了。但是我告诉你一点啊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女朋友就是天啊，一定要照顾好妙妙的感受啊。任何时候，这女朋友都是对的。哎，这个是家庭和睦的核心。啊，爸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也会听话的。你跟着捣什么乱啊？啊，没你事儿。叔叔，阿姨，哎，我保证，不让他受委屈，不让您二位失望。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行了，那交代都交代妥了，我们俩就走了啊。他东西还没收拾完呢，就为了给你们交代一句，连夜赶过来。还是三姨懂礼貌，走吧走吧。叔叔阿姨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我送送你们。好，你别送了，狗狗。哎，妈送送。四十万走了。拜拜，四十万。走了，老林。叔叔，走了啊。阿姨，没事，不用送我们俩。哎。你给我记住啊，你是个男子汉，顶天立地的啊，以后不能怕老婆了，啊？哎，哎呀，能乐成这个样子啊，还偷着乐了，终于把闺女嫁出去了，看你妈笑的。我有个想法，憋回去。哎呀，憋不住了，你听我说呀。我先过去报个到，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。我了解清楚之后，下周末我就回来了，票也买好了。你都说三遍了，你是不放心我，还是不放心你自己呀？我是要说服我自己，不然我根本就离不开你。你放心吧，我等你回来。我是真的不想走。哎呀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呀？拜拜，周末见。
女汉子，我爱你。哎呀，你妈给你切水果去了啊！哥哥来，哎，哎呀，自己拿着叉子，真是的，来来来来来，作为一家之主啊，我宣布一件事情，你也听着啊。哎呀，钱三一走了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是吧？啊，我跟你妈商量啊，决定把你原先住的这间房子还腾出来，作为你在家里单独的空间，狗狗跟我们去睡，啊啊，以后随时想回家就回家，有地方待。爸爸知道，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小家庭，但是爸爸一定要让你有底气。只要你想回头，这个家这盏灯就会为你亮着。你真靠得住，爸爸。哎，靠得住。对，那当然了啊。我靠哪儿啊？这儿呀，这儿呀，快点儿，快来。看我闺女。哎呀，我好爱你们呀。行了。这点事儿交给他们都办了啊。这儿怎么今天没信号啊？换位置了。换这儿了。哎，咱视频一个呀，太久没见你们了。小心！啊，我现在刚到酒店，一会儿办理完入住就得去集合了。今天晚上得拉大夜，还得对景对光什么。你看，看看我的队友们。哎呦，听着都累，太让人心疼了。心疼谁呢？没有，那友谊，纯洁的友谊。我这不一时半会儿掰扯不过来了。来，看看这是谁？嗨，小张，好久不见啊！你们有空过来玩呗。我让耗子亲手磨咖啡给你们喝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们聊你们的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先去忙啊。耗子，你也有今天啊？啊，不懂你别瞎说，我这叫尊重女性。哎，给我看看你那儿现在怎么样？给你看一下，这就是我的办公室。秦三叶，哎呦，可以啊，这么豪华。小齐，身份证给我一下。哎，谢谢，没事。你再看看我这儿。耗子，这人那能比吗？哎呀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！我是打工的，你可是老板啊！对面怎么还没接呢？他是不是不方便啊？他不方便啊？上学那会儿最擅长摸鱼的就是他了。叶哥，你在哪儿呢？这干嘛呢？我在墨迹一个黑心厂，我被人抓着散刑了。哎，你注意安全啊！江天浩，你非得打视频，你要害死我是不是？不是我，哎，妙妙，有人接你了，你又干这么危险的事？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钱三爷，你不是让我保持初心吗？我能有今天，被人撵到鸡飞狗跳，还不是因为你？啊！快快快，快！我的妈呀，我安全了。林妙妙，你吓死人。哎，刚说到哪儿了？那个声讨钱三一是不是？继续。你说到这个问题，我现在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也有钱三一你的一份功劳。钱老，我连大本营都盘着啊。来，你先看看我，啥
晒得跟非洲土著一样，不也是拜你所赐吗？没关系，你的牙更白了。怎么回都奔着我来了，我是给你们指引方向，不能说是最聪明的选择，但一定是最正确的。哎，去你的吧！给我点面子，刚入职呢。浩子，找我们什么事儿？哎，对了，这周末大家是不是都回江州呢？咱聚一下呀。太久没见你们了，我都想你们了。咱们分开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呢。啊，我不一定啊，我巡演。聚，浩子。哎，聚啊，浩子。浩子，聚呀。浩子，你信号不好，怎么又没信号了？浩子，帮我搬个东西。啊啊，来来来，那咱这周末啊，不见不散。来了。找前方的自己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。